这一边它有五粒那个气球，然后它就像这样 A B C D E 这样来挂着，然后它有一个星星的那个形状的灯，OK，这个是灯来的，它还发亮的，OK，然后它是在正中间，OK，所以它其实是这一边是90度，然后他说 the angle between A B is twice the angle between B C。所以我让我的 BC 这一边呢是 x，这一个就是 2x，OK？So 因为 AB 的角度是 BC 的角度的2倍，然后CD 是五分二，CD 是五分二 of 的那个 BC，所以五分二呢其实是2.5，OK？五分二五除二，五除二是2.5咯，对，我这边五除二其实就是2.5啦。嗯，对，所以它这一边呢，其实是2.5x，OK，然后在这一边我这个是2.5x，然后过后呢，他说，什么 angle between DE 呢？Same with angle between BC，所以 DE 的跟 BC 的一样，这边也是 x，然后题目告诉我 x 这一边是20度，G 这一边是30度，OK。好，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这一些加起来是180度，因为它是一条直线，所以它加起来180度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 x 加 x 加 2x 加 2.5x 再加20度再加30度，会是等于180度。所以我一二三四五六，6.5x 等于180度减20度再减30度。然后这边是130度，然后是6.5x，所以我的 x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130度除以6.5，所以在这一边我有130除6.5，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它是 x 20度。然后题目要什么东西呢？它要的是 CD 之间的那个角度，所以我的 angle between 这一个我给它这一个叫做 O 啦。COD 啦，会是等于那个2.5乘以20，所以它会是50度。好，解决。然后在这一边他说，calculate the difference of the angle between balloon C and the lamp and the angle between the lamp and the balloon D。所以他现在把这一边它分成两个，这一个跟这一个之间，我这个我给它是 y，OK，然后这个我给它是 z。还要找 z 减 y 的那个角度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20度加 2x 加 x，标 x 啊，因为我刚刚知道 x 是20的，所以它是2乘20加20再加 y 会是等于90度，OK，对，所以24688，所以 y 等于90度减80度。y 是10度，然后我的 z 呢是，我知道我的 y 加 z 会是等于刚刚那边 y 加 z 是50度，这一个是它之间的，这一个是 y 加 z，看到吗？所以我的 z 呢会是50度减10度，也就是40度，所以它的 difference 呢会是40度减10度，也就是30度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答案了。50度跟30度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这一个是 B 的，这一个是 A 的。